我觉得这个生命好奇特，居然能够时光倒流。你在20多岁想做的事情就真的来了。 这个舞台是一种从头再来的力量。每一个女人都应该绽放她自己的这朵花，绽放她的美丽。我非常喜欢舞台，我相信在舞台上发生的每一分每一秒。我们一定是要用情感来表演，那我们的情感越真实，那我们呈现的东西它也就会越打动人。 每一个姐姐到这个舞台上来，都是在突破自己，因为任何的东西都可以努力的去把它变成擅长的。你可以在舞台上寻找完美的可能性，但是永远不会有人满足的，这就是你往前的动力。没有一个人生来是当配角的，大家的潜能都是无穷无尽的。 就是不管你自己多么的渺小，多么的平凡，你只要努力，其实你总会发光的。我觉得，管他什么嗓子，唱破了我也不管了。我还有能力，我还有一边腿呢。只要你还能战斗下去，我就要战斗下去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我们真的很棒，所以哪怕我们是最后一名，我觉得在我们心目当中也是第一名。 气场真是爆炸了！我终于有一口自己喜欢的歌了，和大家一起演了。所有的努力，所有都值得，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去给他们更好的一个表演。我们能够做的，也就是完成好每一个作品，竭尽我们的所能。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舞台是有多炸！